为了帮助中小企业刺激营销，新加坡零售管理学院第一次传授蓝牙信标技术。顾客一靠近零售商店，商家呢就可以定位追踪顾客的智能手机，有针对性地发送促销讯息。来看记者徐永森的报道。阿芝向这家服饰精品店营业了4年，仍面对零售市场的种种考验。For retailers, of course, rising costs, labor, and of course, changing of customers' needs. How to better attract them and make them more willing to spend compared to going online.在新加坡零售管理学院的帮助下，这家服饰精品店连同20家中小企业参加为期1天的课程。我们会在这课程呢教他们一些新的零售的一些技巧，跟一些而且推广一些科技，在这课程呢就是我们推广的是这个 Beacon Technology， 来帮助这些商家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和营业额。学员也从中探索如何结合不同的科技和技术，让消费者拥有更全方位的购物体验。上完了课，学院将到这些企业的店面替他们设置蓝牙信标。学院希望到了年底，计划能扩大到全岛500家中小企业。